今天在这里举行的这个一号工位的竣工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号塔架的竣工。那么这位作为这个发射场的主要的基础设施，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。那么随后呢，我们将完成加注攻击系统和这个火箭卫星测试厂房的建设，使我们这个发射场具备了完整的火箭发射能力。